一个国家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邮递员来摆一次、啊，摆一下，然后就是没有这个摊位费，没有没有，免费摆摊啊？看是哪个国家啊？说跟市政府协商，这里面是市政府嘛？啊，那个他协商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摊位是我们这个，还是每个国家不是都有那个美食的不一样是吧？不是不一样，他不是都有一个，就是说啊，就像什么那个。宣扬本国的美食文化，对对 对, 对、嗯，他就是有那个嘛，然后他就是说啊，就协商嘛，看政府怎么样嘛。你、比如说，有时候你要给你摊，要给摊位呀、啊，要给、啊、给其实也会很少，是吧？非常少。包吧，有的有钱国家他都什么，没钱就跟政府协商啊，然后会说什么样的方式，就是说就是说搞个文化嘛，就是、对对对，文化美食这样。那有时候啊，中国人啊，搞中国年啊，他不是也会有对，我们四百的，然后他中国人比较热闹一点嘛，会，我们中国人就是从那个商会跟政府协商嘛，商会的对，有组织性的，每个国家他都在做商会，对。对，那他们就是面包加那个火腿，芝士，然后买两瓶饮料，奶茶，对，坐拿个地毯坐在公交上面就一天了，消费很便宜，便宜他生活就是这样子，对。这个是拉普拉达市政府，市政府，拉普拉达市政府，西班牙语怎么说？我也不会讲，市长办公室啊。La Plata。这个车太老了，这车得有好，这都有几百年了的。是吧？你喜欢车是吧？我 啊不是喜欢车。这车还能开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它里面都是新的，你看。是，它装修了，可能是。不是，它零件啊、配件啊都是用那个现代的。里面会有那个每个国家的，有日本的、韩国的。就是唯独没有中国的秘鲁餐，还有意大利的是吧？哦，格拉斯亚。我们看这里，露天的啊，这是感觉。这里面都有哪个国家的餐来的？你说的详细一点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不懂。啊。这好像中国的吗？这不是中国的包子吗？肉夹馍，哎，中国的肉夹馍。肉包子。中国的肉夹馍。啊，肉夹馍也好啊，东北的名菜呀。中国的肉夹馍。China's food。先自己夹起来了。哦。不客气啊。汉堡包，哇，这里面好大啊，还可以玩转盘。这是一个酒吧了，就我去，那个人个子好高啊。Good。这里来这么大吗？
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，它有好几个门，这个 this door， 还有另外的门。哇！不行，跑绿角去。对呀，不会。还有奶茶。压力硬啊！这钱啊，找我们几家。哎，怎么还有？再给道路弄哈，直接带路弄哈。你好像没啥，你这女孩。没有，没手机。都是非常非常老的房子了。这个小城比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清静多了。我听他们讲，这里面很安全，相对来说啊，相对来说很少出现那种抢劫的事件。他们说，50 años， 就是50年。50年前建的吗？这房子已经50年前。拉布拉塔。拉布拉塔一日游到此结束。对，吃了海鲜，蹦了迪，和美女跳了舞。拉布拉塔的公交车站这么大，昨天我们就是从这儿下的。